大家好，打给后台搞后，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福寿山农场的千应园花框啦。今天是2021年3月7号，没错，当别人的樱花季结束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福寿山农场樱花盛开之时，要避开人潮赏樱就是现在啦。主要因为就是农场在高海拔的地方，天气比较晚变暖，所以樱花也比较晚开，加上主要的品种都是高纬度地区的品种，所以花期会比较晚，大概2月中旬之后直到4月初，依照品种的不同盛开。目前看到的都是粉红色的樱花哦，就是我们的富士樱以及昭和樱，目前花期是正在盛开当中，预计约到3月10号左右哦。可以看到哦，今天虽然是礼拜天，但是来的人还是不会很多啦，比起其他地方塞车塞到蜂鸣体哦，我们福寿山农场算是一个比较少人的赏樱地点。不过高山的天气多变化，请大家记得上山来赏樱的时候，还是需要携带雨具啊，或者是穿比较保暖的衣服，带着保暖的外套这样子。千元的粉红色樱花现在还是很满哦，尤其现在看到的这一区入口的樱花广场，目前都是刚满开而已，可以看到超级满的。那后面这一区就是走上去织女广场这边，目前是已经开到满了，所以这几天会开始掉花瓣。那当风一吹来的时候，就会有樱吹雪的美景，像这样哇，整片这样掉落的时候也是非常的美哦，另外一种美啊。不过大概就剩下大概2到3天左右的赏花期这个区域啊。那入口的部分哦，大概会到3月15号左右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上面看一下，看有没有，还是很美啊，但是地板上也已经看到很多花瓣落下了。如果要欣赏美丽的粉红色的樱花花海哦，还是要尽早啦。那如果比较想要欣赏比较白色系的哦，就是大岛樱和吉野樱的部分，大约从3月中旬开始。哦，这个是昭和樱和富士樱的部分，看地板先落下了许多花瓣啦。所以想要欣赏粉红色樱花花海的脚步要快啦。OK， 祝福大家有个美好一天，拜拜啊。